炒房大咖刘妈妈3.5亿二度求售地堡，台北市仁爱路上最亮眼的豪宅鸿盛地堡，知名住户包括小 S、连战家族，还有投资大户刘妈妈。591房仲网近期出现一笔待售的地堡五楼户，位置在 C 栋。该间房型客厅宽敞，房间有多格橱柜，卫浴有大面窗设计，逾160平，开价3.5亿。拆算单价约270万元，经手房中透露，屋主就是刘妈妈，而且这是她第二度求售，前年她开出3.9亿脱手，结果未成，此次再减价4000万求售。虽然591网页目前已下架该物件，但经手中介网站还是持续刊出。刘妈妈是2011年以法拍一拍价2.7亿入手该五楼户，单价约197万，至今皆未出租及售出过。对这过去实价登录价格，房中认为单名开价275万并不算贵，但考量到 C 栋五楼临近建国高架桥，噪音跟景观都是买方考量地方，所以刘妈妈也可能面临到成本保卫战。讨厌，怎么能不看苹果台？苹果台全新上线，6月18日